大家好，我是武秋风，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秘境探险三》，做白，没白，白日做梦，做白日梦，白日做梦，不知道，反正现在白天嘛，我们继续的往前呢，我们走，哎，前面竟然有人呢，走开，很好很好，嘿，还有人吗？哦，有，还有人，还有人在这上。下面有人，下面有人比较近。他走，哎，这一张没有那个了，没有红恶魔了。喂，超多人的，连续两个爆炸。我要把这个打下来。你在哪里？下来哦，不要再拿那个什么那个红外线瞄准镜在那边一直瞄，超烦的。给我走！瞄准镜的都死了哈，我可以拿榴弹继续打你哦。走开了，走开了，了不起哦，装备精良了不起哦。哎，小枪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小枪了，我赖以为生的小枪用完了，我把榴弹放下来了，我先躲起来，现在没有。哇，把小枪留下来，捡到他的小枪了。这里往上爬，往上爬，这里不能往上爬吗？可以吗？来了来了，到这里了。哎，等一下，这里好像有来福枪哎，来福枪哎，他会走上来吗？他要走上来吗？他有要走上来的意思吗？那我要先射对面喽。OK。走了，哦，爽，就这样。还有哪里？这里，走，走，哎，开始掉出去了，帅，哎，帅，这里，在这里，哎，我干嘛跑出去？我干嘛跑出去？我要在这边埋伏。再来哦！哇，中了他大腿。好，该打都打完哦。秋风的枪法好像经过这么多章的磨练，好像也有变强一点。这里，哎，有人在我前面，我冲过去了。哎，被人打了，他们两个人围攻我。哇！连续两个人在我身旁 ，perfect。这么多人在这边，一定是要往这走吧？应该吧？哎，这里是不是这里？谁啦？刚才在那边惨叫一声，我要转这个喽！我不理他们了，不是转这个哦。难不成还有下一个？不是这里。不是这里是哪里？还有路是不是？我到了。那个的，把苏丽的命还来。老杂货，哎，苏丽你没死。You all right? Man, I had a hell of a time. 等一下。What's the matter with you? 刚刚是什么了？ How do I know you're real? 我怎么知道你是真的？ Ow! That real enough for you? 那刚刚中枪的是谁？ Point a gun at me again. 那刚才中枪的是谁？ I saw them shoot you. Right after the eclipse. What? What eclipse? 没有日食。You went nuts right after you drank from that fountain. 我喝了那一口水。That's what destroyed the city. Not the wrath of God. The whole water supply is tainted with some sort of hallucinogenic agent. Oh, so it's that water. Drove everyone mad. That's what Marlowe and Talbot are after. Oh, man, yeah. Remember, Cutter said they controlled their enemies through fear. This'll do it.
所以那个水才是他们要找的宝藏。But wait, it doesn't make any sense. How do they think they're getting the water out of here? No, no, it's not the water. It's what's in the water. Come again. I, listen, just bear with me for a second. 水里面有什么？ Salim told me that Aram was cursed when Solomon imprisoned the evil spirits of the jinn inside a vessel of brass.And then cast it into the depths of the city. A genie in a bottle. I know, it sounds pretty crazy. So you reckon that's why Elizabeth and Dee sent Francis Drake out here in the first place? Yeah. So what? It wasn't treasure they were after. It was power. So this 根本就没宝藏 Drake realized what he'd been sent for, he abandoned the mission. He lied to the queen, told her he didn't find anything, and then hid all traces of his voyage.原来如此。Rewrote history. 所以这个真的是苏利哦，刚刚真的只是幻觉。Who will we to argue with Sir Francis? When you say we head down there and end this thing? 我们去把马洛他们杀了嘛。哦，苏利没死真好。Look at this place. Let's see this cavern. Doesn't look very safe, does it?看起来超级不安全。一定是这个啊！刚刚我就想走这里哦。苏丽，你是怎么来到这的？我这么辛苦哎！哎呦，下去哦！到了，到了，到了，要到了，要到了。This is gonna get hairy. You ready for this? Let's do it. 惊险，走。哪有什么惊险？我一路上还不够惊险吗？还会比一路上更惊险的吗？这个水。I'm surprised the whole place hasn't come crashing down yet. 地方竟然没塌哎！对啊，这边的工艺好高级哦，上面就是岩石，而且还有光洒进来哎。We gotta get across there. 哇，好高级哦！快到对面去！我现在要拉这个是不是？好。Help me with this door. 开门。嘿，两个压下去就开了。哇，还是闪一下的嘞！眼镜蛇哎，又来了！谁？又是谁啊？引诱他出来了，他死了一个，所以我要跳下去，跳下去跟你打，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红色魔人，根本就是我的幻觉。那我跟我的幻觉打得这么辛苦，哇、哦！这个人其实蛮强的。这个人其实蛮强的，打了好多发都没打中，也许是我的问题。喂，换小手枪，走开啦！有中了，中了就好。哇，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觉得这一发真的很强，这个真的很强，虽然只有四发子弹而已。在，有。爬过去，虽然只有四发的子弹，再捡起来又有了，又有六发了。哇、哦，这里好多脸哦！一个倒了，一个倒了，最后一个。呜呼，帅！这一点点的小难关应该难不倒我。我们继续往，哎，不是往这里，对不起，往这里走，亮亮的地方。有敌人来了，又来了！哎，这发生什么事了？我先躲起来。怎么这么夸张？哦，快跑，快跑，快跑！苏丽，苏丽没死哎，苏丽真的很强哎，苏丽比我还铁打的。回，再来哦。倒了，倒了，倒了！这里，哎呀，没打中，中了、哦，这样为什么没中？
这样会中了吧？哎呦哎呦！我要想办法躲好，先躲到这里。 快速的来到这，有，哦，一个一个来，哇，他的榴弹枪，他的榴弹枪掉到地面上了，又哪里呀？又在哪里？哎，又是榴弹枪，哦，要捡榴弹枪也不容易的，噔噔噔。 哪里？这里，终于看到了。哦，走了一个，送走一个，我还是换这一把好了啦。不要再来了，哎，中了，中了，中了。淑女，你在打什么？你在打上面的人是不是？ 好，我来帮你。我来帮你，中了没？哎呦呦，淑女打死了，早知道我就不要浪费子弹了。淑女来帮忙哦，把门打开啊！这里不打不开吗？要走这里啊！好啊，我们走啊，这里都我们都解决了。 继续，哎哎，继续走，等一下，等一下，有人丢在里面丢子弹，哦，丢手榴弹在里面，闪过去哦，哇，哇，到最后还不忘展现拳王风采，哇，有有有，快速的击杀，没有人了哈，有，没有没有人的道理，哎。 这个红外线就一直照着我们。这是什么东西？哎哎哎！这太有趣了！我们在看剧情呢，我在看剧情的时候被人家杀了，我现在可以看剧情了吧？不要再用红外线对我的头了。我刚才看过了，好不好？ 这是什么枪？我刚才看了还是不是很明了。我刚才就在这边被射了。刚刚真的是超级莫名其妙的，超级，我是说超级。Sully, help me with this. We gotta get through here. 过去。哎，要过来了。这里没问题吧？没事吧？ 现在往哪里走？哪里有路？这里，这里，这里。哦，这里有矿车哎，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然后我整个湖水哎，所以整个湖水都有问题，是不是？都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用。里面有什么东西？我现在可以用瞄准镜爆他的头吗？ 他们真的要把恶魔拿起来了？里面不会真的有恶魔吧？Any ideas? Well, they sure as hell got us outnumbered. 要怎么办 ？Let's split up, try to flank them. Yeah, better out that way. 分开行动，包抄他们。要怎么做？要怎么办？我们开始哦，我们开始哦。 走过去哦 ！Damn it, where is he? 怎么了？他居然在那 ！Sully， 哦 ，Sully， 下去了！Sully 被踢了！ 那你写什么？
没有把那个什么东西折断。哦，把那根折断了。老太婆要下去了吗？哦，妈的，我们要逃！妈的，这塔要塌了！塔要倒了！快走！Come on，son，get up！Come on！Oh，please tell me you didn't swallow any of that water。 I don't think so. Okay. 没有喝到那些水， Jesus. 这些水很恐怖。 This is why we can't have nice things. We gotta move. 我们每一次的冒险都在做白宫啊！地方都要塌了，你们还在打？ Keep them away from the house. 这些人真的有病哎！他们不在乎自己被埋在这，是不是？ 我会怕啊！你们不怕我还怕哎！给你们吃麻辣了！给你们吃麻辣，一颗两颗！哎呦，尽快找到出路！你们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你不怕死，我怕！我怕死，不要打我！ 你不怕死，我怕，我很怕死。喂，不要再对准我了。喂，打我打！哦，快快快快快！我很怕死，我真的很怕死。这里都要塌了，他们还在拼命射哎。 命很珍贵，你们懂不懂啊？苏丽，苏丽，我掩护你。他打赢了，苏丽，赶快过来！我要上去看一下，哪边有路可以上去？我走这里，走这里，这里可以转。This way，赶快来转，苏丽，快！ 转准备，喂，转上去了，上去了，上去了！他们真的都不怕死哎、欸，啊，真的都不怕死！你们不怕，我怕！走开啊！啊，走这个，这里有楼梯。 走这个楼梯是不是？这里这里，对啊，没有路哦。怎么会这样？要用齿轮，齿轮在哪里？哦，这个齿轮是不是？好，我们走，用齿轮爬上去。我爬，我跳，我跳。这里这是，快到旁边去。 我有抓到吗？我有抓到吗？哦，上去了，上去了，卡住了是不是？哎，赶快爬，我爬，这里为什么不能爬？我上来了，我上来了，我穿过墙壁上来了，我穿墙而上了，现在要怎么出去？ 这里还有楼梯，这里还有楼梯，我刚才穿过墙壁哎！哦，怎么又有人在打？又有一堆疯子还在射，上面是不是有人啊？这里还有楼梯，我要走这个楼梯。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哦呦，竟然用手榴弹暗算我！再来，上面有人哎！上面为什么会有人？ 可恶！你们神经病哦，还在打？你有病是不是？有病要看医生啊！去看医生啊！大楼都要倒了，还有人在那边打枪战，真是有问题呀！赶快走，赶快走！大楼都要垮了，有病去看医生啊！走，可以离开了。
整个沙漠就这样垮了，就这样整个下线。You， 赶快先跑了你们！喂，达赖哥！哎，是流沙。他被流沙吃掉了。Drake， 什么东西？你要怎样 ？Worthy of the name， Hermes， as Francis earned it from Elizabeth， prove your greatness， 证明你的过人之处。Prove， Hurry， give me a hand， you can't just let her die。我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能 ？Goddamn hand， here。我还是救这个老太婆哎！ No、老太婆，我为什么要救老太婆？我至今不明了哎！ No！ 至少要拿回戒指吧，戒指也没有。Nate， No！ 老太婆死了。Run！ 我们走了。老太婆这样就死了。下面要塌了，又要倒了。整座城就因为这样又要倒了。达瑞克，因为我来过，所以这座塔要倒了。现在要去哪里？这太夸张了吧！这太夸张了。巨大的流沙坑，你在讲什么？这要怎么跳？司令，继续跑，不要理我。我是德瑞克。可以的，可以的。我上来了，我上来了，继续跳。跑，快到了，快啊，德瑞克。可以的。哇，刚刚那个角度应该是不行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爬上来了。喂，你神经病啊！这个人有病啊！我被砍了两刀。现在还要展现拳脚功夫就对了。这神经病竟然在这边打，你竟然跟拳王挑战。我咬他了。赶快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我被划到了。我又被划了，我被划三刀了，三刀流啊！哎呦，我这样都不会封喉哎，我觉得还蛮厉害的。再来啊！又要打了。快不行了，我们撑下来也活不下去了，快压！苏力打一枪了。可恶，枪掉了。喂，抓好，往上跳，可以的。这些东西我们每天在爬的。每天都在特训，没有一颗荒废啊！快跳上去！猴王，我走了，打死他了！你是不想活，你就自己跳下去，不要拦我们！我还想活，神经病才在这边打，要打还是出去再打啊！
赶快上去！快快，又要跳这个了！呀！哦，这下不太妙！冲出去了，冲出去了！哇，冲出来了！哇，太棒了！噔噔 ，Yes！ 城就这样垮了。My God！ Yeah, love it！ 哇，一整个就这么消失了。所到之处啊 ！Immeasurable wealth, huh? Well, 他有拿出什么吗 ？It's not much, is it? It's enough. 拿了几个硬币，超好笑的，苏力超会剪尾刀的，有没有？这样都还可以抓一笔钱，了不起！我们到哪里哦？这里是哪里？这里不会是夜门机场吧？哇，这个跑道有够残破的！哎，真的是夜门机场。Yeah. Yeah, I just got something needs saying. That's all. 你想说什么 ？Right. What is it? Look, I had a lousy father, lousy childhood.I hit 40, I figured I was never gonna have a son of my own. Hell, I never wanted one. What the hell do I know about raising a kid? 哇，你想要讲什么 ？Then you can't barrel into my life. Look, you don't. 你想说你是我爸是不是 ？I do. I have made a lot of mistakes, kid. A lot. And well, I am not a perfect man. 苏力感性告白。哎，为什么 ？You're not proposing, are you, Sally?I mean, I love you, but... Stop. Just stop being a wise ass for one second. How long you been carrying that around? Too long. 等一下，他戒指。所以流沙流进去那个是假的。But I'd lost it. Here's the thing, kid. We don't get to choose how we start in this life. 欸？ Real greatness? It's what you do. 不是欸，那个是跟艾莲娜交换的戒指吗？Hey. Hey. Going somewhere? Maybe. 所以苏力得我跟艾莲娜订婚的戒指，还是定情的戒指？ Sorry. 我不知道。Swapped it for something better. Oh, 苏力好棒哦！根本就是父亲了嘛。Let's get out of here, huh? Yeah. 我们破镜重圆了，我不要再冒险了。Come on, we're this way. But. 对啊。Come on. 有。有什么东西吗？他叫我走旁边，不坐飞机，难不成要走路哦 ？What are you up to? No way. Not as nice as the one you two wrecked 4 years ago, but it'll do. 又是一架新的。See if I can remember how to fly the goddamn thing. 坐飞机离开哦。Hey, this has parachutes, right? Oh yeah. Three. 有三个。More or less. 总之不会像上一次一样坠机了嘛。不会就好。好了，秘境探险到这边就全部结束啦。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以后再会喽，拜拜。